看看今天吃点啥。大米饭。大米饭。大米饭。我不是说吃烙饼吗？今天。你还记着呢？我记着呢。你还记着呢？你给我个菜叶行呗。出事了。先放菜叶，再放鸡排，你给我包好。倒一下不怎么。嗯。行吧。好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再来点合菜。对。是吧？哎呀，你都给我串味了，我这咋吃啊？气死了，不吃了，起开。不吃给你挂。再来点这个。讨厌。都串味了，我不想吃鸡排，韭菜味的鸡排。你不想吃韭菜味的鸡排，你想吃西兰花味的。我想吃点木耳。想吃点木耳啊？对，来点。再来点，你抠搜的，抠死你得了。我这那也用夹子夹呀。好好好。一个一个夹呀。OK OK。这个是什么？皮蛋，皮蛋豆腐。这是皮蛋瘦肉粥。嗯，来点皮蛋。来点皮蛋。OK， 够了。西瓜给我放米饭上吧，别给我串味了。对，西瓜味的米饭。鸡蛋汤。开饭喽。